佢嘅志愿系做一个好警察。女性攀升嘅时代，刚柔并济，能力非凡，维护法纪，保护市民，伸张正义。我哋即刻去支援 ，over。疾恶如仇，点解你会咁固执啊？因为我唔会放弃任何一条人命。比汉子更真汉子，只要有一啲希望，我哋就唔可以放弃。真的汉子，5月7日起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 ，Now 101台。